大家好，我叫刘洁恩，我来自香港的。你好，我叫刘翠英，我来自香港的。最好的好处是他们用友善的教育制度而去提升我们的英语水平，例如怎样去帮助提升我们的 grammar 还有词汇，跟着作者他们帮我们融入去一个大家庭。Fulford 的英语教育可以提升我们的英文语言水平，例如可以教识怎样我们使用正确的英文语言文化，还有也可以吸取到一些日常生活会用到的词语。我喜欢在 Fulford 里面的事情是我可以跟同学相处，有很多不同的社会文化，跟着除此之外我觉得夫妇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互相帮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所以我喜欢在夫妇里面。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向夫妇分别，当然我们会想念一些曾经在这里学习的朋友，因为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比较小的学校认识到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而且我们还可以吸取到他们不同国家的文化和语言。